明天天气如何？要带你来看山海气象。首先看到屏东的狮子牡丹满洲，低温18度，高温有25度，有4到5成的降雨机会。太武来意春至，低温16度，高温26度，也是4到5成的降雨机会。三地门雾台马家，低温15度，高温25度，有5到6成的降雨机会。高雄的桃园纳马夏茂林，低温只有10度，高温25度，6到8成降雨机会。而嘉义的阿里山，11到24度，是高达8成的降雨机会。南投仁爱鱼池水里，新义低温只有7度，高温24度，5到8成的降雨机会。台中和平12到23度，也是高达7成的降雨机会。苗栗南庄狮潭泰安低温15度，高温22度，也是高达7成的降雨机会。新竹的关西兼15峰，低温只有10度，高温24度，7成的降雨机会。新北乌来桃园复兴低温13度，高温22度，7成的降雨机会。宜兰的大同南澳低温14度，高温是22度，9成以上的降雨机会。花莲的新城花莲市吉安低温20，高温24度，降雨机会是7成左右。秀林万荣14到23度，8到9成的降雨机会。寿丰丰滨18到23度，7成的降雨机会。凤林光复瑞穗低温18度，高温22度，7成的降雨机会。卓溪玉里埔里低温8度，高温22度，7到8成降雨机会。台东的长滨成功东河低温19度，高温25度，3到6成的降雨机会。池上关山海端延平低温10度，高温24度，4到7成的降雨机会。鹿野台东市卑南低温18度，高温25度，有4成的降雨机会。而太麻里大武金峰达人低温16度，高温有25度，4到5成降雨机会。而兰屿地区20到25度，也是有6成的降雨机会。最后看到外岛地区，低温14度，高温有22度。